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十二月十八，公视暗时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天先来关心今日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总统大选辩论确定，二十六号先办副总统辩论，二七到正月二号举办两场的总统辩论。罗比达亚齐亚打伤，本来按算明年正月要加入到计划，因为工时真恶算，暂时无被实施。台南去挖到一粒石雕的人头，正是百多年前日本时代第四任的总督儿玉源太郎。新闻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每年总统大选的辩论。今仔日政党也有媒体代表下晡是搁一摆开会，总算达成共识，确定要办两场的总统辩论，也有一场的副总统辩论。先伫咧十二月二六号要先举办副总统辩论，隔当讲二七号要举办第一场的总统辩论，正月二号再举办第二场的总统辩论，时间拢是按下晡两点开始。其中十二月二七第一场总统辩论会在公共电视举办，二六号副总统辩论以及正月二号总统辩论要在三立电视台举办。目前规划两场的总统辩论，有一场是媒体提问，另外一场是公民提问。继续来关心，咱台湾经济已经低迷一段时间啦。外界伫咧评估，明年经济复苏可能状况嘛未外好。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今仔日伊是表示，马总统长期拢无作为，予咱台湾的经济衰退，伊确实拿选调会想办法来恢复产业的产业的动能。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到新店太平宫参访造势。因为外界评估明年经济复苏的情形未上好，对此蔡英文批评是马政府无作为，和台湾的经济衰退。未来伊若当选，会想办法把产业动能恢复起来。如果我们取得这个政权的话，我们会立即的展开跟产业界的讨论，让务必让这个我们产业的这一些动能的恢复能够及时的开始作业。媒体问讲，国民党要求蔡英文把差地所得全部捐出来，蔡英文是颠倒叫国民党处理自己的动产。我们都是正常合法的交易这个我听不懂他们讲的道理在哪里。倒是国民党自己的政治人物也好，自己的党产也好，恐怕还是有很多要交代的事情。蔡英文批评国民党的当选是造成台湾政党竞争正无公平的因素，怎么外界一个质疑国民党在咧未当选要撞竞选的经费？朱立伦若是要选总统，应该把竞选的资金来源讲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今天是去参加全国英造工会的活动，对着蔡英文的能源政策，伊嘛提出质疑。伊嘛强调讲哦，伊家己甲民进党上大的无同，就是国民党主张两岸和平、国际开放，卡属于选调会当帮助咱台湾赚钱。一早起天气正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化身做暖男，甲党籍立委候选人蒋万安，伫国民党中央党部发放三股文宣品、国旗、暖暖红包，吸引正侪人来排队。另外，朱立伦去参加中华民国英造工会全国联合会员代表大会时阵，质疑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能源政策。不是讲一句讲，保证讲放心。未看见，未起电价，哪有可能？连德国做袂到，日本做袂到，美国做袂到，阿联达蔡英文做袂到，所以我讲梅克尔可能爱随伊来学习。朱立伦讲，拿动算以后，台湾变作交相的国家，台湾就要走向国际，维持两岸和平发展，才有机会赚钱。安格民进党甲蔡英文上大的无同款，我讲第一，两岸和平。第一，开放自由经济；第三，就是咱要拼经济，无要拼政治。经过这场造势大会，顶头挂红布条写着“王金平首顶奥运会”，外交会内也拢指名要撒货，立法院长王金平。台湾区综合营造工程工业同业工会营务理事长潘俊贤致辞时阵也讲，这个活动本来就是要支持王金平选总统，因故王金平是上台，叫大家爱把总统票投给朱立伦，化解现场的外交。记者综合报道。
离明年总统大选无到一个月啊，新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的民调一直是掉车尾。今仔日伊是批评讲哦，到哪位置，政党也是利用民调来操控选举，伊批评这是公然的诈欺。为了争取基层选票，亲民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今日参加全国计程车代表大会。不过，因为宋楚瑜民调一直是真弱势，对此宋楚瑜批评，政党用民调来操纵选举的方向，这是公然诈欺，未来应该用法律来阻止。做民调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公正或做手脚的这些问题的话，坦白讲，这是一个非常让台湾民主蒙羞的事情。但是我们从来不重视这件事情。对疫情一流，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确定要上举行副总统辩论部分。宋楚瑜表示，重点不是正副总统辩论倒一个先进行，是候选人要有好的政见，让选民放心投下信心一票。关键的是，我们这些候选人，基本上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胸有成竹的一些见解和看法，让选民能够放心的去投票。对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自控自控你未参选总统，外界皆都是表态支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宋楚瑜表示，个人都有选择自由，伊无特别评论。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伫咧今日嘛开记者会，是正式公告明年三组总统候选人的名单。嘛宣布讲竞选活动的时间，就是按明仔十二月十九开始，到明年正月十五投票进行。中选会公告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竞选活动，自十二月十九开始到投票日前一天，一百零五年一月十五为止。那政府机关不能以机关名义动用政府预算做甲竞选有关的活动。媒体对选举议题的报道也要公正公平，所发布的民调也要载明相关的资讯。投票日前十天开始不应该发布民调。禁止发布民调是希望能够防堵候选人或者是政党或者是其他人用发布一个不实在的或者经过变造的这个数字啊，来误导民众的。除了对政府机关、媒体和候选人从事竞选活动有所规范以外，对选举人也提醒唔通触犯，亲像是投票日迄一天未当有作选的行为，包括伫网站或者是用 Facebook 赖群组所发动的作选活动。那马总统在他脸书台湾加油站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认为是已经有这种助选竞选的行为，所以有跟他处罚。以往处罚的案例有一些是发简讯的，有一些是用电脑他去这个大量的传这个助选的这些东西，或者用手机。中选会讲，顶一届总统选举是罚了五十亿元，采获的金额是达到1200万元。这其中包括迄当阵马总统的台湾加油站网站，因为被检举伫选举日迄一天有造势活动，被罚了50万。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乌心的厂商跳工脱产，立法院是三读通过刑法的没收专章。未来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法人，只要是犯罪赚的不法所得，就算官司还未宣判，也会当没收。在今年大通登记违法卖粉油，赚来乌心钱超过18亿，检控申请没收这不法所得，刷给最高法院，以大通登记不是自然人的理由来驳回，引起争议。为了避免不好的企业有法律的旁会当选，今麦立法院修法通过没收的申请，要来扩大没收的对象，未来检察官也会当对法人或是非法人的团体没收不法所得。包括第三人，包括自然人跟这个法人等等在内，那就是要追夺他的不法利得，那也就是说呢，他不限于被告所有的。甲旧的制度相比，这项没收的专章是有独立性的。在案件还未确定之前，司法单位可以当家己宣告来没收犯罪所得，防止不法的企业超过伊脱产给第三个人。另外，针对已经死亡的犯罪者在海外的资产，嘛会当追溯。所以，亲像军火商汪传福移转给伊家里囥的瑞士的不法所得，嘛拢会当偷回来。对他的子女，或是说他另外有放在第三人财产的部分，那这个也可以来申请法院来专科没收。那瑞士
政府那银行那边的话呢，有法院的裁判，他们呢就可以来返还。要让黑心的企业吐出黑心钱，刑法部署的刑责会在明年七月份就落。受到关注的定性混油案，到时阵若是还未确定，阁会当适用。记者蔡慧玲、邱福财台北报道。本来是讲好每年元旦开始要甲路边摊、小食摊、夜市的摊商哦，啊个办桌的工作人员拢加入劳基法。不过因为工时的部分哦，真恶算引起部分夜市啊自治会反对，所以即马个话停啊，暂时无要实施。袂少人爱食夜市食美食，而且愈晚愈闹热。劳动部原本有个为明年1905年元旦开始，要将夜市菜市的小食摊、饮料摊、外汇办桌等，无分类其他餐饮业劳工，那是劳基法规范，差不多有20000名小食摊劳工受惠。啊，不过即摆确定是法庭，确定明年无法度正式开始。我们不太容易把一个工厂的那一套运作模式要求一个路边摊来遵守，所以这是实物上是有这样子的困难呢。劳动部表示，劳基法法定工时每年下休是每礼拜40点钟，全面一礼拜休困两天，以保障劳工权益。对此，夜市大商表示肯定。不过，台湾小食摊大部分是家族亲戚在斗三工，而且假日时阵生意上好。假使按照劳基法假日劳工上班，头家爱加付工资，因为成本提悬，都可能用起价来应应。到时阵消费者也不一定会接受。我们夜市它是晚上啊。并不是所谓的朝九晚五啊，然后我们生意比较好做的时间又是假日啊，那个薪水又要付 double 了，那这个可能就是在摊商上面根本应该是没办法去执行的。劳动部表示，今年七月相关草案有过了后，部分夜市自治会团体认为影响真大，需要时间来适应，最后才决定明年将返纳入，不过会继续甲大商来沟通，目前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去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园内底伊啊，昨下晡抽血健康检查时哦，甲针头吞落去腹肚底，即嘛甲保育人员甲兽医哦，惊到要死，好佳哉，今早起顺利放出来啊，伊嘛无受伤。长3点是宽3公分的蝴蝶针，是为伊啊的排泄物内底吹出来的。为着这支针，拜是动物园的兽医是真着急。原来是伊啊抽血健康检查时，雄雄把手抽走，把已经插入去手内底的针夹落去。园仔他突然转过头来，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迅速，而且他马上就伸手了哦。兽医赶紧麻醉伊啊，用 X 光照确定针头真正被伊吞落去，出动来色镜，刷安怎拢。找袂到，破断已经被食物包咧入去肠啊，等到拜五下仔啊，才确定甲伊的排泄物做伙排出来。好险他没有受伤。游客听到这个消息，拢讲好佳哉。经过检查，伊啊消化道拢无受伤，嘛恢复活泼的活动。为着避免佫发生，动物园决定要将伊啊伸手抽血训练口口径来缩小，加强比较就是另外的能力来看一下这个动物的一个反应哦。那再来，我们可能会就是在视窗的部分，我们会做一点轻微的调整。动物园表示，伊啊为两回以后，逐个月拢会固定来抽血健康检查，头前5届拢真顺利，可能是伊年纪较小，个性较皮，未来伊健康检查时，卖出动搁较侪人来支援。记者林平如、郭俊林台北报道。再来在地消息，甲镜头来台南。台南的日本宿舍艺术园区最近去挖到一粒大理石的人头。民俗专家即马证实，这粒人头像就是咱台湾日本时代第四任的总督儿育元太郎的头像，已经有超过100年历史。这粒10几公斤重的人头石像，虽然顶面还有一挂泰戈，但相共会使对军模来研判是一名陆军的中将。而这粒石像距今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一直藏伫涂骹，会去发现拢是因为地下板的气筒去予野鸟弄破，才意外来重现。在哪个地方？在很深左边里面深处，一个不得了的东西。那个年代其实我们也没有很了解的很透彻，我是觉得那一段历史应该更让大家去了解。
这只石上头的发现地是伫台南市北区321巷日本宿舍艺术园区。石上曝光之后，嘛吸引真侪文史专家纷纷就问来研究查看。经过不断的比对外形以及研究雕刻的工法之后，确定这个石像就是原本徛伫现今汤德章纪念公园的俄语元太郎雕像。研判当年应该是去方明华的时阵，被有心人用斧头或者是猪头砍落来偷藏起来。台南市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轴心，就是在今天的汤德章纪念公园这个地方，所以整个台南大圣公园是台南人的很多台南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这个受上展现的城市的地标之外，再来这个人物在整个台湾，也就是日治统治台湾时期，有着特殊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象征意义。台南文主保护协会表示，当初台湾人委托意大利佛罗伦斯的工匠定做四尊俄语元太郎的雕像，不过其中一尊是损害，另外三尊分别放伫台北新公园、台中公园以及台南大成公园，是真具有历史意义的雕像。因此建议南市文化局应该编列经费，请古物维修专家修复，并且公开来陈列，让更加侪台南人重新认识这尊雕像。记者王进行台南采访报道。台北市长郭文铁今日参加大稻埕古迹修复落成活动，不过文化局长倪崇华却无去参加。我家就伫咧叫，敢是因为倪崇华的满意度调查尾，郭文铁想要甲换掉。不过郭文铁是讲哦，因为倪崇华伫咧议会过热身，我家唔通想伤济。新芳村地行高级修复落成来庆祝，台北市长柯文哲希望这栋好来做市定高级的建筑，会当变成台北市高级的新地点。新芳村地行是大稻埕地商王连和在1934年所起的，已经有80年的历史。建筑的风格洋化高杂，为了背后条啊顶冠卷草纹跟人动草纹中现科研修复的团队，一关一关的克服，老家具嘛也会修理好。原本真老旧的新芳村地行又搁再度重新。这边房间哦，是阮遐地址的出事的，我伫这间。适当的修复时间，将地行、行地工厂、仓库、兼自家四种机能中现。柯文哲在地行内底，哪吃地哪参观是真满意。只是原本啊由文化局长陪同参加的行程，煞变成由副局长来出席。我个解脱是因为李崇华民调满意度最后一名，和柯文哲留校查看。自己的预算要自己顾好，说大概在议会为他的预算努力了。传言留校查看没有关系。好，谢谢。你怎么会想那么多？替倪崇华解说以外，最近柯文哲呼算坐谈的行程未少，按过柯文哲解说，这不是为了要争取2028年的连任，嘛不是要布局2020年的总统大选，为要做政治人物，伊个会当去做医生来回应外界质疑。记者小陈昌伟台北报道。肯做免惊无通食，想讲做农无前途。72年住一个少年的花农，用7年的时间，伊种出红色、粉色、橄榄色、甲黄色的海鸥。国内外即马订单接袂离，一年收入200万。一粒一粒黄色的海芋，在日后当中是真野白。72年出的青年农民张宏弟，在农改场的协助之下，用了7年的时间，培育出红色、粉红色、橄榄色、黄色四个色彩的彩色的海芋，成功打入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澳门等东南亚外销市场，一年收入有200万。这里的地缘的关系，可能我们离飞机场较近，然后可能。离内湖花市也近啊，对，然后让我们运销上面的时间缩短。不过甜蜜的背后却是辛苦的付出，在花材田内底，真认真除草，小心照顾，每一丛拢爱为绿豆大细，该培养到3-4公分大。张志芳甲妈妈，逐天爱开超过10几点钟做田间管理。如果球茎大一点的话，它的芽眼也会跟着多。那芽眼跟着多呢，可能就是。那我们开花支数跟着变多。我辛苦做这边啦，啊，就是做了也无辛苦嘛，爱做啊你咧。我做远啊，就是安尼。其实照顾花，它就很像照顾女朋友一样，因为海芋它算是一种蛮娇贵的东西，那你就把它当成是在呵护女生一样。抢救一头半温室的环境，小心照顾，这样荷花开了真鲜艳又个水。张宏弟讲，照用心，天公伯啊，都愿意赏饭食。因为农地挖近期场，再加上对花蕊品质的斤斤计较态度，是伊成功拍入外销市场的关键。
记者综合报道。2011年推出的纪录片《因迪的读书写作》作家系列真受欢迎。经过三年半，即马推出第二系列，记录了白先勇、林文月、亚璇总共七个文学大师。也由白先勇拍头阵，要伫电影院首映。因迪读书写作第二系列推出七出文学电影，记录白先勇、林文月、亚璇、陆夫、甲西西、叶斯、刘宇昌三位香港的文学家。嘉宾接受采访的作家林文月是台湾历史家连横的外孙，伊用五年半的时间翻译日本的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伊的作品和俄勒冈翻译文理本身也是文学作品。我像跑这个马拉松的人，我必须要一直保持跑，所以呢，我66期五年半的翻译里面，我没有断过一期。是怕我自己偷懒。这几年来，在世界各地开动昆曲的白先勇，也是继续文艺的写作。伊讲，回想人生上美好的阶段是少年时阵创办现代文学的时阵。办那个杂志虽然千辛万苦啊，真千辛万苦，可能我回头想起来，在我文学生涯上面是最快乐的一段时期。第二系列的因地多数写作，佮记录西西、叶斯、刘宇昌三位香港的文学家，嘛找真出名的电影导演陈国第一本来去纪录片，佮作家西西透过影像对话。出品人童子贤讲，这系列的作品是要向文学大师来致敬，未来咪继续写落去。文学资产除了用平面印刷的书或报刊来呈现以外呢，也用现代化的影像、音乐、戏剧的手法呈现。这系列文学大师电影会由白先勇的《姹紫嫣红》开拍，在戏院来首映，透过影像带观众来进入大师的文学世界。记者陈淑君、林国宏台北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西班牙今年60岁的总理，16号暗头啊，伫咧故乡拜票的时，和一个17岁少年家拍一拳去拍着面，这少年家嘛当场被警方抓去。西班牙总理拉赫伊17号现身巴塞隆纳，为人民党召集的选情拼场，一路车就被媒体记者团团包围，追问伊的详细。No， 随便。60岁拉赫伊前一天暗时伫西北部故乡庞特韦德拉市街仔路拜票时，向向被身躯边一名17岁青少年当当拍了一拳，街道面红了一大片。出事伤人的当场被警方制服伫涂骹，又被警车带走。周边的一群人也搁对欢呼拍破啊！这名青少年是对支持者伸出了大拇指。拉赫伊当时并无受攻击事件影响，照常完成了行程。17号西班牙每一间的早报差不多拢是以头版报道了这个事件。Pues yo pienso que fue un hecho totalmente lamentable. O sea, uno puede estar en desacuerdo con las ideas de los demás, pero en ningún caso eso justifica el uso de la violencia. Yo pienso que es deplorable totalmente.Pues que inaceptable, sí, ha sido absolutamente... La violencia no es aceptable en ninguna democracia.西班牙20号将进行国会大选，在人民党的主政之下，出现数十年以来上海的经济表现，特别是少年族群的失业率是欧盟中上悬的。25岁以下人差不多有一半拢找无头路，啊，不过一般有料，人民党应该也是会赢到大选，只不过要甲2011年同款，得到国会大部分的席次，恐怕是机会不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电影，真出名的电影《星际大战》系列第7集，即马要上映啊！伫全球引起风潮，比较有粉丝打扮做电影来角色，甚至有人哦，伫咧首映会外口办婚礼。今日咪对着镜，可能看了真紧张。伫全世界有真侪粉丝群的庆祝系列，续集首映迄天，美国电影院外口广场是人挤人，大家等咧要看。I'm not sure. I'm glad that the 10 day or the 12 days of waiting is over. It's been a long time we've been out here,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back to a regular bed for a change.庆祝周边商品真多，有粉丝自第一集开始收集庆祝周边商品，前后收藏有到9万件，其中真多是电影内面真正使用的道具，并在世界纪录保持者，一个感应到并在庆祝博物馆，一个补习班专门教人安怎用电影内面的工具，学员从囡仔到大人拢有。I can't even. I'm just like so excited. I'm probably gonna tear up when the movie starts because I'm gonna be like ah.
一个人伫电影拍迄间举行婚礼，参加人全部拢装作剧中的角色，连结婚手指拢绑伫咧机器人阿杜的颔棍仔顶。落了青头毛的新娘由奥布斯陪伴走入结婚会场，准备和奥比王结婚。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 Marriage is more than a simple five-year mission. You do both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is commitment?星际大战在日本也引起流行。前几天第七集的导演追追亚伯拉罕也特别到日本参加宣传记者会，讲到拍片内容的秘密。There's a planet in this movie, called Takodana, and I named it after because the first time I came to Tokyo, we stayed in a hostel in Takodanababa. So it was a nod to my favorite city.为了配合《星际大战》的影迷看了更加震撼，日本正在兴盛是以 4D 设备来迎接电影。除了希腊、巴基斯坦和中国以外，全世界将会同步在18号首映。预告拜六的票房将会破纪录到2亿2500万美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来看各地温度。先来关心，伫咧北部的温度14度到22度，中部的温度13度到24度，伫咧南部的温度14度到26度，东部的温度15度到24度。外岛是10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暗时新闻，明仔同这时间咱再会。快快乐乐过的嘛，所以应该不要有作业比较好。现在自由了，我想要在外面运动，还有在家里画画。高风险的还是在于说，第一个是本身之前就有心脏病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虽然没有心脏病，可是本身有三高哦，比如说你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这些问题，那没有控制的很好的病人。立法院通过货物税条例修正草案，6年以上旧车，无论是出口或是报废，能享旧换新减税50000元。排气量150cc 以下4年车龄的机车也能够享有旧换新4000元减税优惠，总计实施5年。医生会到这边来帮我们一起来照顾这个小白鹤。那最后我们希望做安置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尽速叫它稳定的时候，我们让它做野放的动作。在这部电影里面的时候，感觉很饿。对，就是啊，不是，大家就会想象什么时候会出现香肠，什么时候会出现豆花。等一个人出现，拥抱着我的世界。每周日晚上8点，公共电视13频道，《音乐万万岁》3。小王子的奇幻之旅即将开始。准备好了吗？小王子 3D 动画耗时3年，动员近500人参与制作。细腻的画风，富含诗意及人生哲理的故事。现在就珍藏小王子动画 DVD， 让我们进入24个不同的时空，一起冒险吧。刚才在天上看到你，我就知道我找到参考点。
可以重新开动引擎。真走，还真不知道飞上去要到哪里降落。513，学长已经交接给我。你凭什么在我面前提交接？